乌克兰媳妇带三个孩子出趟门，看看有多不容易。大家好，我们来看孩子表演了，这两天刚在安徽看完，不知道这个好不好。对，我们去看看。大爷哈利，这次的海洋我跟我们上次看的不一样呀。这次是露天的是吧？不知道这里的海豚表演好不好。我们这回带三个孩子出来，但是也很方便，不用我们怎么管。姥姥看老三，老二给爷爷，那个奶奶。欢迎大家的到来，大家献上家族双旗倒立，全旗直升。他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太极游，这个海豚引领我们去感悟太极的无为而独不为呢。小爸，我要去看食人鱼。我们表演看完了，我们要去海洋馆看鱼了。赶快进去呀、啊！哇，城堡耶！海龟呀，煮一锅海龟汤喝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总能煮一锅海龟汤呢，好可爱。好可爱。妈妈呀，那为什么没有老鼠？小老鼠、啊、没有。居然有小兔兔耶！哇，好可爱的小兔兔耶！这个小东西，看它等着人喂呢，在这儿。啊，蛇？这蛇胖呀？不怕呀。你怕蛇？我还以为这是假的呢。以为是个假蛇。看，蓝色的安娜，蓝色的丹尼尔。看见没，安娜？你也看见这啥没？企鹅。把企鹅做坏了。蓝鲨就这么大。蓝鲨啊。没有食人鱼，为啥呀？没有鲨鱼，看这个鲨鱼就大了，是吧？看到了，它是鲨鱼是吧？啊，刚才说的不是鲨鱼，那个叫蓝鲨，这个叫柠檬鲨，不一样。瞧我，瞧我！哦，那潜水员。哇，美人鱼还有潜水的耶！是呀，在韩国最开心的就是在遗址区，可以看看我喜欢的小礼品。这是啥呀？不知道。熊啊，这是北极熊应该是。哎呀，这里的海洋馆我们参观完了，里面太热了。像明天的景点，不要像这里一样那么热。再见，拜拜。